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啊，怎么会？吃。裴君，别这样伤心，冷静想想，或许还有另外破死的办法。对了，八戒山中将会追寻剑气，那里一定有我所要的好剑。然后刚才不知道有没有录到，刚才就是步惊云拿剑劈那个格式时，然后剑无双剑就断了。正在干嘛？不要走啊！我要吃你！老兄弟，老兄弟！哇，大家都老兄弟就对了。哎呦！哇！啊，变大只是不是？嗯？傻小，这是现在什么状况啊？大概要打三下才会死。好，下一集。丛云伸手啊，捉一截啊！啊，还没死啊！哦，这样打不知道打多久，这战斗真是很花时间。好，我再补一次内力。
哦，还有一只。还没死。那我受不了了，好。哦，好痛！先补个血好了。那里哦，来，我们这边帐都跳过了啊。好，我们到了前往八戒山庄的人，布少侠，船只准备好了，请前往八戒山庄参加竞技。师父，究竟有什么事？我感到一柄可怕的剑即将诞生，我必须走这一趟。这到底这柄剑有如何可怕？我感到这柄剑……我讲，不是刚刚有讲过了吗？我们必须趁紫剑剑性未定之前丢到它，否则若它心术不正手里，便会近朱者赤。师父隐居已久，恐怕不易露面，此行不如由陈二代劳。好。此去取剑不易，务须格外小心。师父放心，陈儿一定不负所托。事不宜迟，引力启动阵，一定要拿回他，让我们为他找一个合适的主人。在下是拜见山庄的铁镖，恭迎布少侠大驾，请。怎么不见他身上的乌双神剑？因为断掉了。好，冲个刀！你不会又是为了取剑而来的吧？正是，听说此庄将有一柄宝剑诞生，我们此行就是为了取剑而来。咦，你的无双剑呢？无双剑已断了，已断水，故才迫于无奈到此，希望能得到那柄宝剑。老子早说过，无双剑气。色衰怎么能配合他那刚烈之心啊？到底拜见山庄那柄剑是一柄怎样的剑？谁知道？不过我此次是被邀来，只知那柄绝是好剑，老子当然志在必得。武金云，我劝你别再妄想了，我剑平绝对不会空手而回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怎么行呢？布刀哥必须以宝剑破格试试，此事对齐伟重要，
他不能不拿此剑啊。别说了，一剑岂可配二主？哼，我俩各显神通吧。喂，人都到齐了，快说出此次剑技是为了什么？那剑又是怎样一柄绝世好剑？好，首先去过去各位光临拜见商庄，死屁庄听灰不少。喂，别再婆婆妈妈了，有话直说吧。屁庄一直出筹一柄百年宝剑，即将诞生，为求觅贤主，故请你们三位用剑高手各掌所长，胜者得剑。好，这剑我要定了。要夺剑，便先胜过我吧。好，那我来先领教。你不是领教过了吗？打得领教妈妈。行。好，开始啊！写那么多，还没死。你打我都没扣不了血了，你竟然还没挂。好，赢了。好个步惊云，没想到你武艺又精进不少。步惊云，今天要你拜我断浪之手。你这个小废物！你都拿火灵剑了，还这边……啊，好废哦！他比剑品还弱哎。蛮厚的，光打架打了快要五分钟。好，失天排云啊，新招，没想到步惊如此厉害，看来夺得绝世好剑绝非易事。哈哈，不愧是步惊云，果然了得。但绝世好剑明日才诞生，此刻还有闲暇之余，还请各位到客房先行休息，届时再各显神通，胜者取剑。原来如此，那好戏还在后头了。到时候办理一定是你，步惊云。
云大哥，刚才山庄的人告诉我，他们已经帮我准备好住的地方，我们先过去休息。你也早点去休息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又学到新招了。我们先。好，攻略是说要先找一个壁上面有一个图画，图画在哪里啊？挡我的路。大家不觉得这款游戏的角色都长得很像吗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，每一个女生都长得很像。哦，最好走地图了，这走去哪都不知道，我乱走。你是谁啊？又是你！哦，布兄弟，是你啊！好久不见，进来可好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不想死的话就快走吧。难得难得，一向沉默寡言的布兄弟，没想到要关心起我来，真让我感到欣慰啊！但是你可别忘重要的一点，我可是人称只要金钱不为苦，只要真品不怕难，只要沾就不愿死，只要有卖不要赔的四步神商沈群四爷。哼，随你高兴。你纵使不说，我也知道，自古人都是宝剑配英雄。况且以你的身手，取剑之事有如探囊取物，何难之有？只是战强之人亦是血肉之躯，难免受创之余，不需要任何强筋补血之物，就来找我啊！哦，买武器的就是。护具。哦，这我都买过了啦，这个也买过了。这个也不用。在哪里啊？哦，走到了这个，这壁画室。少侠所见之壁画是意欲有一只麒麟魔为害苍生传说，麒麟魔现画中伏魔者便会手握神兵现身降降魔，被万人奉为王者。这只不过是个传说罢了。就因为这样个传说，半界苍苍百年来便得竭尽心力去铸一柄神兵，花了数代心血，剑终于可明日诞生。明日就是大会之日，少侠趁早回房歇息吧。是孔慈，慈云大哥，我可能太累了，抱歉。明天见机危机四伏，云大哥还是早点休息吧。OK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攻略是写什么 ？OK， 在这边附近的客房休息。是，到底哪一间啊？烂游戏，这个啊，哦，休息完了吗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真的休息完了。然后嘞，从后花园进入剑池，后花园进入剑池，是刚才那里吗？
后花园。嗯，哦，找一下攻略好了。好，我们走到那个间隙的地方了。各位好，这是拜见山庄第三代铸剑师中梅。拜见山庄这柄绝世好剑，需系百年之火铸炼，如至今已历时三代铸剑师傅。此外，为防外人骚扰与妨碍，更另派两家守剑奴，世代交替守护此剑。武宗室三代留住拜见山庄，就是为了铸成这柄绝世好剑。在这百年内，我们三代铸剑师会毕生心血，以百年之火来铸此剑，为使此剑根正环面。百年来，我们都尽力务求它的长短、扩窄和轻重上不做一分一毫之差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十年前终于铸成此剑，其后十年曾希望改得更好，才发觉此剑已真完美，千锤百炼，改无可改，其锋芒将掩盖所有的剑。该是取剑的时候了。等一下，剑魔剑技本属拜剑山庄之手，何时轮到你出手？拜剑山庄这柄绝世好剑，乃是外剑之最，最强之剑，当然必须以最执着之血来练，方能铸就。不君为仇而争，断然为剑而痴，而你对剑之贪，最贪，哦，是剑贪，不是剑品啊。啊，不管，应该是剑品吧。君是人心之最执着，佛门称之为三毒。老夫受病于傲夫人，是要统统取出三毒之血，来铸这柄最强最可怕之剑。哎呦，今次幸得师父相助，才可成功取血祭剑。时刻一到，傲天，快去取剑。少主人得剑后，便可光大眉门。啊，门楣讲错。可是剑齿真的很嫩，我受不了。少主人，你必须忍耐，为神兵做出一点牺牲，他才归属于你。中梅，剑齿之内非人所能忍，那剑是取不到的。谁不想得到一柄绝世好剑，称霸天下？但谁又用为剑而牺牲付出？我一定要取剑。进去慢走，你这样做只有送死。因为取此剑而赔上性命，又有何意义？好意心领，当我们得不到此剑，便再难见心中所爱，大仇不可报，活着更无半点意义。你要报仇，你认为这样值得吗？为报仇做出任何牺牲，全部值得。哦，应该是因为步惊云有火灵麒麟臂吧，所以不怕火，是不是？进去不要紧吧？这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碰到那一把剑，但是它却在我手中消失不见了。中梅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剑不见？而我们周围所插剑也全部离洞排列了。这才布少侠所取之剑，乃是剑的剑意。现下经布少侠一取剑，绝世好剑已然现世，正在这些移动过后的剑中。少主人，快去取剑吧。中梅，既是如此，那把绝世好剑会在什么地方？少主人，这个小的也不知道。原来如此，这把好剑我要定了。好狡猾的家伙，莫要在大爷之前找到这柄绝世好剑。傲天还能在那里干什么？快去找剑！是，老夫也助你一臂之力。很奇怪，不是要凭高下来决定剑归谁吗？神兵问时异象必现，为防止绝世好剑落入心术不正之徒，让我助你一臂之力。好，剑神加入。布少侠，请你快去找剑吧。哦，这是两个守剑奴，我们只是保护剑的人，不配做剑的主人，你还是快去寻剑吧。OK OK，
不傻傻，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做剑的主人，主人这么多，而一剑就有一把，你可别浪费时间哦。好，我们快转。好，刚才遇到在路上遇到断蛋，然后断蛋说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你，不金鱼，就这样，然后就开打了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司天白云，莫名其妙。莫名其妙，哇，变强了哦！灵动一时，好，快转！好，这个迷宫这边剑齿迷宫好像根本就找不到，你要先打败断浪之后再打败剑品就对了。所以我们先找到剑品吧。就我听你就好像手上夺剑，可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，看招吧。啊，害我走半天哦。好，然后呢？好，快转！好，终于找到了，这是这把剑，这个一定是绝世好剑，获得绝世好剑。哦，头像换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绝世好剑。温如人烟，以后保护此剑者都落在你俩身上，请放心，别忘记我们三人是为剑而生。没错，为剑而生，为剑而死，是我们的光荣。不仅仅众人之中，以你最舍己为剑之心，这份勇气可敬可敏。这绝世好剑总算找到正主，但此剑陷害南无邦，乃尚未开封之剑，就让老夫为他开封吧。这他就像死人，一句话都不讲。不仅仅，不仅仅，你杀了我儿子卜生，今天就要你以命顶偿。哦，卜生是你儿子啊？说不得，我的保护绝世好剑，我们只有一起出手了。温奴加入，得罪了。然后我后来受不了，我还是把盘音掌全部把它，就是用修改器修改出来了。云海波涛。冷音在《风云2757》的游戏里面啊，它的戏份非常的重。帅的，可是打不到人家，没屁用啊！好，刚才看的是云海波涛在现云什么，莫名其妙。
好，抱歉抱歉。哇，一万。招式很帅，只是逃不到人家。真快死了吧！千年灵芝。哦，是的。啊，聂风，聂风是你。哦，聂风头像也换了。也许你还一直恨我，但是我听说雄霸六天池十二杀手前来围剿剑池，如今唯有结合我俩之力，才可能突破重围，杀败雄霸。想不到每当我为难之时，总会遇上你。我自出世以来，便要面对种种难关苦痛，若跟我在一起，只有不幸。明师兄，你以为天下最痛苦的是你，我何尝不曾骗你无数挫折，但任何冲击我也可承担而起。好，你做你这本无畏苦的人才配做我不惧你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杀出重围，取雄霸首级。聂风加入。好，其他人就不用装备了，因为装备小，因为打雄霸的时候好像只有那个聂风会一起。金刚对你来说太重了，你无法装备御修罗。龙鳞，然后拿个随便拿一个武器好了，圣无剑，太重，太重，太重。爵士好像不是给他拿的，那拿一个刀好了。有什么刀吗？嗯，这个。哦，嗯，蓝雕，记得啊、哦，这个还是很弱。哦，聂风怎么才28等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就这样。好，走吧。上次无法清理这个垃圾，我可不会再错过这个机会了。这家伙可是我的食物，记得留给我一个。放心，我要用乾坤指剑把他们削成肉片。他们今天有备而来，不可大意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哎呀，忘记给步惊装备绝世好剑了。刚才是现云无定，我刚有按过这一招吗？好像有齁，再按一次。哇，聂风现在太弱了。哎，按错。哇塞，好痛哦！人家打雄霸聂风不是一下就死掉了，超痛哎！打超久的，好，给步惊云装备绝世好剑。Yeah.
这个好像还要打好几场，因为天子十二杀手都来了，所以大家懂得要打十二只。这次因为尸骨无存，哈哈哈，就是吧，小子要恨就很熊吧。来先进，神风怒吼，莫名其妙。8000多，还没死。那什么招式啊？好痛！他们两个真的很废耶。超弱这两只，哦，那也是。这集超长，这集大概会有40分钟了。然后打了6只，还有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今天的那一邪祭我的国运大法，死吧小子，给我滚！我是杀无赦，太呛了。电云，先生造化丹，先生造化丹，神风怒，好，莫名其妙，给他用个 ，OK。不知道打多少滴，我就破万，12000。哇，这个大胖子，好痛啊！路哦，哇，打超级哦，应该还有一组敌人才对。没按错，是这个。剑臣，出手还在庄内，你与守剑恶奴快跟他离开。金卷，那你呢？我与熊豹还有张耀爽多说无益，快走。那告辞了，主人请保重，我们誓死完成任务。看起来最终决战了。两个还蛮有一套的，居然走出剑池。不过你们也只能活到这了。你那个骑那个，这个叫什么？神风怒号，
骑那木小木马的这个小矮人。那招式真的很奇怪。我死了，这个小废物。逆风一下就升级了，我的之前有很多东西没有吃，这个给逆风吃好了，全部给逆风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的左下角的图片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到我粉丝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